梦见包饺子。梦见包饺子，预示梦者的生活将会幸福，能够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女人梦见包饺子，预示梦者将会嫁进一个平凡的家中，从此你需要处理家中的一切大小事务，可能会比较繁忙。男人梦见包饺子，预示梦者将会娶到一个贤惠的老婆，不用你操劳家中的事情，安心在外面创事业就好。病人梦见包饺子，预示梦者在生病期间能够得到家人们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只要安心治疗就好，不久就能够痊愈。